他们又来嘎嘎叫叫了！你们是谁？你们不认识我呗？你们给我滚！我现在要你发誓，从此以后不要吃 Nasi Lemak。 哎，叫你 pass 来。 阿姑，你现在不在做都敢绝啊！老板，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去那边找工作啊！请恕徒儿无知，徒儿看了很多遍，可是还是悟不出其中的道理。中国人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件事是什么人了。爹啊，英雄是唐伯虎哎！我什么都不会，你害得我这样还不够是不是？咱们两个肥肥宅。 做英雄啊，还要有志气、义气、勇气，上当要有骨气啊！你卡在啊，妹！你不要办这个，妈妈，你忘记？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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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Dah sedia? Yes, I'm ready.